在这个位置就是曼哈顿中城的中心位置，第六大道的第55街上。在我身后这个就是纽约著名的 Love 雕塑了。这雕塑呢是由印第安纳州的著名艺术家 Robert Indiana 所创造的，它现在呀也成了纽约的一大标志。Robert Indiana 是当代美国波普艺术的著名代表人物，他最擅长用字母和数字这样简明清晰的元素进行创作。1964年，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委托 Robert 设计一张圣诞贺卡。当时正是越战开始全面升级，国内民间反战情绪高涨的时期。Robert 想用设计表达人们希望和平的意愿。他最终选择了在任何一种语言中都最包含感情的词语“爱”。他将 love 四个字中的 O 改为斜体，用红色字体与蓝绿色背影形成鲜明对比。这样抢眼的设计使当年的圣诞卡很快地被抢购一空。独特的 love 造型很快在全世界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和平符号，也成为当代波普艺术的重要作品。1970年， Robert 用高耐温钢制成了高达12英尺的 love 雕塑。之后不同尺寸、不同色彩和不同语言的 love 雕塑出现在了世界各地。曼哈顿第六大道55街的这座 Love 雕塑，由于地处曼哈顿中城交通要道，可说是曝光率最高的一个。这里人来人往，每当人们经过这座醒目雕塑的时候，都不免停下脚步合影留念。而对爱的含义，来自世界各地的人解读也各不相同。Love is me and him all together. Love is this.Love, it's a feeling that you have for everything that you have passion. She's pregnant, so love for us is all. Love is awesome. It's the best. Going to great ends for somebody else. It's in your heart. It's what you feel in your heart. And it's best the second time around.围绕着 Love 雕塑的几个街区之内，这里是整个曼哈顿岛的精华区域。位于53街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是全美顶级当代艺术品收藏地，该馆拥有超过150,000件各个时代的艺术家作品。 Robert Indiana 的许多作品也被该馆收藏。在我身后这栋就是离 Love 雕塑不远的现代艺术博物馆，也叫 MoMA， 它同时也是 Love 雕塑的诞生地。在这边啊，除了 MoMA 还有 Rockefeller Center、 Radio City 等，所以可以说是曼哈顿的艺术聚集地。离爱的雕塑不远的便是曼哈顿中城的地标建筑群洛克菲勒中心。附近的 Radio City 则是可容纳6000名观众的著名艺术殿堂。除此之外，雄伟壮丽的 St. Patrick 大教堂、 Carnegie 音乐厅都在这个区域内。如今曼哈顿中城不仅是文化艺术的荟萃之地，同时也是纽约进一波房地产开发的热门区域。就在爱的雕塑的周边，曼哈顿最顶级的几栋豪华公寓楼在拥挤的街道缝隙中拔地而起。有人预言，未来这里将超越上东城，成为曼哈顿最昂贵的住宅区。在我身后这栋高楼大厦就是全纽约最为高档的公寓之一 157 了。据说在曼哈顿中城这一带，类似于157这种高档公寓已经在慢慢的涌现，所以这里已经成为了许多高收入群体最为青睐的地区之一了。